从未提起。第一次触碰温暖的手心，是背影照亮拥挤的人群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真的？我听说你们的那个节目停播了，是吗？是啊。很早的，你们这个舞社晚上感觉还不错。随便坐。你今天到底来干嘛？你发的那个视频我们都看到了。我又给你惹麻烦了？没有，我一直想说，是不是你看到太多人骂我们了，所以想站出来帮忙？也不全是，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有权利知道真相，要是连对错都不分，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有了这个视频，你是不是就不用背锅了？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这个节目的总教官，又是当天出任务的带队领导，所以我的负责人。但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为什么要你来承担？作为消防员呢，万全的准备和精准的判断都非常重要，如果判断的不对的话，后果会是毁灭性的。但如果准备的很充足，但是判断失误也没什么用。所以过程重要，结果更重要。这次的结果就是我让你们都碰到了危险，尤其是你。所以只要有不好的结果，那就是我的责任。但结果是你救了我，和平路特勤站的消防员救了所有的人，网上那些开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事实。其实没关系，我不在乎这个。我在乎。反正现在视频已经发出去了，撤不回了。如果有什么后果，让他们冲过来。这么勇敢，我只是不希望他们抹黑我心中的英雄。南初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但是我希望以后你能知道，遇到危险，先要保护好自己。我知道。你也不用为我担心。好，不过这次被你一个小女生保护了一次之后，我觉得感觉不错。
南初你俩。回来了。再见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晚上呀，想吃块。哎，上次你跟宗哥在路口，路口新开了家麻辣烫，走走。